大家好，我是 Fantasy 工厂。今天呢，要带大家玩的呢是 Samsara Run 的 Bonus。好，那这 Bonus 呢是在哪里呢？大家还记得就是在这个拿到蛋的那个地方的画面。那大家想想，左边呢拿到蛋，那右边感觉应该有东西。好，那这的它的密码是什么呢？那大家可以去看，就是Rusty Lake 他们制作团队呢，在他们的推特、微博还有 IG 上呢，在4月6号、4月24号、4月27号跟4月29号的时候，分别有各发一篇，就是他们之前做的作品，然后中间有个小小的密码。好，那当然小丁会帮我放上来 ，OK。那所以第一个密码的话会是这个符号，第二个密码的话呢是第二个是这个没有变，第三个是这个，然后第四个的话是这个有，然后我们就拿到一个瞎子。好，他们一瞎的有个瞎子。好，然后它是 bonus 的，就是截取那个之前的，然后一样是找那个这个，然后把这只虫子拿起来，然后把虾子放上去，就可以到下个地方。那下个地方大家有发现就是哦，什么东西都在地上，有没有？东西都在地上，然后那个盆栽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这边有一块土，然后这个电话也在地上。他说，哦，这是要按照时间。你想哦，一、二，想，三，哎，哦，那怎么按不了？三，想。这是五、七、十二、欸。我觉得真的有点难用哎、欸。等一下，二。11，然后哦，这样好慢哦。然后6 7 10，哦，有比较顺了感觉。6 7 8这样子，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时钟，然后这指的是2:45。好，记一下。然后这边有个盒子，要把它点火吗？可以点。好，那感觉等一下应该有什么烤个东西还是什么的。然后这边的箱子，这边有支笔。然后2:45，这样，不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有一个瓶子。好，然后这边就，这边为什么那么离奇？哦，这边有。然后这边是一个虾子，他说我不喜欢虾子，然后上面有一滴水，再滴上去吗？装不下去。然后这个要拿笔画吗？有一把钥匙，好，然后可以把这个打开吧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空气 ，your air， 然后 water。然后 A 还有火，这好像混在一起吧。
然后这主角是怎样？哦，喂，我们刚刚有看到这画面吗？这有个瞎子哎，大家有发现吗？这边有个瞎子，然后人头拿出来是刚才那个老人。哎呦，对啊，他嘴巴吐出来一个长生不老药，这也很奇怪哦，很猎奇。这样小朋友，这样会叫他小朋友，小朋友以为叫阿公吐个水，然后就有长生不老药。那这个嘞，这是要画吗？还是不能画？这什么符号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而且少了一杠，在这边少了一杠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火土水，所以是放这边吗？看看，可以放上去。然后这是什么？空气？哎，是这个超级那什么？超级虚拟？还是有东西？然后是放不老药上去吗？真的可以？然后这边有个人在房子里面，这应该是那个 Rusty Lake 他们那个什么那个旅馆系列啊的人。然后，这女的不是那个后来被杀掉的那个女生吗？她在小时候，然后说这是我妈，她看的谁呢？哦，她说恭喜你找到了 Sam Sara 的隐藏地点去。然后，因为那时候他们。刚开始他们在发行这些游戏的时候，就希望大家可以有这个隐藏结局嘛，所以就有设一个就是奖品的部分，然后继续的话就是可以继续之后的章节。好，那是 Fantasy 工厂，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在左下角点个喜欢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